再来关心一下房市，现在感觉上好像也蛮热的耶。八月下旬虽然是传统的鬼月，不过好像也不太影响消费者看房子。我们来看看这样子的数据哦，七月份房贷跟建筑融资余额分别增加到了7兆多，还蛮可怕的耶，这样的数字。而且呢，7兆跟2兆这样子看起来，这都是历史的新高纪录。那么当然，专家都说可能跟政府推动台商回台投资，带动土地开发啦，还有商办的需求明显升温有关。所以最近呢，包括建商推的建案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不过如果你想要买房子的话，可能现在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。可是呢，还是蛮多消费者很乐于去看房的。我们来看新北市哦，现在还创下了今年单月的大量，走出淡季不淡的格局，倒是很不同。八月房市依旧火热，交易量延续六月以来的热度，自住客刚性需求支撑，就算碰上鬼月也不影响看屋意愿。因为我现在有两个小孩，哪有考虑到未来就学的问题？不只是抢这个北部啊，是连中南部都一路抢到抢下去，是从台湾头抢到台湾尾。六都来电客没有下滑，显示房市热度不减。根据统计，全台六都交易以新北市月增10.2%表现最佳，交易量甚至创下今年以来单月大量。其余五都月成长幅度维持在正负3%以内，全台平均年增率45.8%，突破往年量缩走势。六七八月应该是要慢慢步入一个淡季的一个时间点，但是实际上市场上的一个成交状况都比往年来的更热络，那这样子买气应该会维持到第三季、第四季，所以今年的一个移转动数应该在30万栋以上，是一个可以乐观期待。今年房市受到疫情干扰，累计交易量一度呈现年减状态，但受到低利环境与资金潮影响，房市逐渐回温，年增率甚至由负转正，下半年交易热度有机会超越去年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